时间只有一个方向，就是往前走。没人可以改变时间的定律，但电影可以。我是神探。Oh my God！ 不杀就报不了仇了。电影可以抵御时间的冲击，将 time 变成 timeless。 现在是我的时代，你给我打跑了，吉尔，阿莲，加油！什么？哎，兄弟们！时间不会为任何人着急，但电影可以欺骗时间，让它放慢脚步，感受生命。嫁给我，得到的荣誉是要付出代价，一定要有人死。我不怕死，不要！这些是你想要的吗？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。我第一秒就背叛了你。谁没有枪啊？危机总是伴随着错的时间，电影拥抱危机。救人啊！救人！我死定了！没时间了！一定能把所有人救出去。我们可以很坚持，都是为了一个信念。信念，印证时间，创造未来。受制于时间，更掌握在我们手里。我们映王电影从第一部电影开始，一直初心不变，为电影艺术喝彩。